Hello， 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今日叶老师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个主题，叫做兵马俑。在全球的文化遗产里面，总共有八座建筑物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，代表着古人类最高的建筑智慧、技术和想象力。不过经历了2000多年的天灾、人祸和战火之后，世界八大奇迹只是剩低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和西安秦王陵兵马俑。而秦王陵在规模上和精致度之上，亦都在全球古墓遗迹里面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。秦王陵位于陕西省临潼区的东面，在骊山山脚脚下，总面积达到56万平方公里，大约等于7800个标准足球场咁大，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大王陵。兵马俑是秦王陵的大型陪葬坑，目前总共出土了3个坑，总面积合共为20000平方公尺，共有8000多件不同的兵俑、战车和战马。来到这里，各位同学，你们知不知道兵马俑坑全部到底有多大呢？这个答案到现在都没有人可以答到我们，因为我们可以在秦王陵的规模推想而知，现在所见到的兵马俑只是冰山一角，大部分的兵马俑应该都还沉睡在地底里面。兵马俑除了数量庞大，它的表情、衣着和阶级亦都相当丰富，所有的兵俑可以分为9种不同的类别，包括军吏俑、高级军吏俑、武士俑、跪射俑、立射俑、骑兵俑、负责驾驭战车的御手俑、负责在战车上面杀敌的车士俑和鞍马俑等等。各位5年级的同学，接下来的示艺课堂上面，老师会教大家怎样运用陶泥来去制作兵马俑。在制作之前，叶老师在 YouTube 上面找了一段有关陶泥制作小技巧的短片和大家分享，同学仔请细心观看当中的技巧，看下之后大家可不可以在示艺堂上面应用出来呢？